你把眼镜摘一下，那我就跟你讲了啊。你这边的用手拿一下，对，拉住，对，拉住这边。你看一下它这个这边，它就感觉到就是很空，看到了没？毛囊没有头发。刚刚那个人，他只是后脑，他只是皮肤有毛病，但是他并不是空，就是转一点的。弄痛了，你要讲啊。对，我怕因为这个橡皮筋有点，有可能有的时候扯一下会弄痛人，反正有点弄痛了，你就跟我讲，我就轻一点。来，把它滴一下。对，在这里稍微再侧一点点过来。下面你也洗一下嘛，你也洗发水给它洗一下嘛，洗完好剪，你知道吧？我喜欢。对，你对好了，你看你平时怎么梳的，你就怎么梳。
你想到，就是你早上，你说是说了什么什么？就是什么？就是。那么选你选一款就行了，很简单的，随便差不多选一款，然后你选均码的就 OK 了。你让你老公给你选一个他喜欢的。过去
好了，刘海先给他留着先，你可以睁开眼睛了，没事。是六十，是本来59的，不是五，啊，去闻一下，闻一下，闻一下，嗯，对，然后放下来，放下来，放下去，啊，你看着我这里，笑一个，再笑一下，拿前一点点去，你那边，你那里，对，转个圈，转个圈，不是你转个圈不要回来了，停停停，对，然后头发反向拿过那边来，拿到这里来，对，对，那对这样捏着，嗯，拿好，对，拿着啊，别动，我捋一下。